为烈士寻亲，丁小哥组建服务团。爷爷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9月16日，辽宁省丹东市市民赵丽在得知爷爷的安葬地后特别高兴。70多年过去了，家人一直不知道他安葬在何处，直到葫芦岛市为烈士寻亲志愿服务团联系上他们。因为我们是志愿者服务团队，能协调和利用的资源有限，最初帮烈士寻亲全靠两条腿和一张嘴。